1848年，美国北加州发现金矿。1849年，数以千计的中国人登陆旧金山。三年后，旧金山的华人超过20000。第四年，在一名美国医生的帮助下，诞生了第一间华人教会——旧金山基督教长老会。一转眼160年过去了，今天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接近300万，华人教会800多家，小的几十人，大的2000多人。从昔日贫寒的矿工、路工，到今天体面的商人、学者，海外华人伴随着故土的兴衰一路走来。每一个脚印上都叠印着一颗心迹。太平洋的波涛仿佛也是灵魂的波涛，太平洋的彼岸仿佛也是信仰的彼岸。在海外华人的淘金路上，天国的福音一路伴随着他们。从1849年到1949年的头100年，海外华人一直处于艰难漂泊中。这个时期，在海外归信基督的孙中山、宋尚杰，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教会带来无与伦比的影响。1949年前后，一批成熟的中国传道人流向海外，海外华人教会开始稳固发展。我在北美侍奉主最初是在底特律、密歇根中信，是从一个车房开始。第一期的中信月刊印了500份，印了2天2夜。1960年以后，那么学生跟知识分子到美国来就越来越多了。1965年，约翰逊总统颁布新移民法，吸引了不少香港、东南亚，尤其是台湾学生涌入美国，校园福音团契遍及各地，其中许多演变成今日华人教会。来过这里，走过这地，忍受饥饿。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留学生与日俱增，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与海外华人教会恍如隔世一般，并不发生交集。直到80年代末，仿佛有一声惊雷震醒了灵魂，他们纷纷涌入教会，在海外掀起了一个所谓信主热。在这个时期中，许多海外基督徒向大陆学生开放家庭，许多教会成立以神州、乡音等命名的大陆团契，许多中美福音机构将重点转为向大陆学生传福音，更有许多属灵前辈格外付上了心血，细心栽培，其中赵天恩、戴绍曾、艾德里等牧师已经逝去。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的时候呢，等于上帝在北美已经预备了一批，在学生工作上，那在教会侍奉上已经有经验的一些海外华人。而从国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国内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这一段的政治的运动跟许多的社会的变迁，让许多人的心就非常的空虚。那到了89年以后，我们就看到有许多的人对福音就非常的渴慕。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心要办一份福音信的刊物，
我们92年11月创刊，93年开始就有中国学院的培训营。创刊号的第一期里面，它的作者里面，好像包括袁志明，包括林子、蔡选清、刘同书、范学德、洪秉承、洪以健、王志军，当年的时候也是在海外校园写过。海外基督徒的爱心和热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20年后的今天，在许多华人教会里，来自大陆的基督徒已经超过半数，甚至是全部。在他们中间，有一大批人放下工作，成为专职传道人。2008年底，在旧金山，在这个160年前第一批华人登陆、第一所华人教会诞生的地方，300多位大陆传道人聚集一堂，集体见证上帝的恩典。神在这一代人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首先，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就是因为神在我这罪人身上有极大的怜悯。感谢主，神在我的侍奉中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同工，那就是我的妻子。我请我的妻子景玲姊妹。那个时候我们结婚也有了孩子，我就跟她讲，我说你看你老是在讲上帝，一个虚无缥缈的上帝，我说你看生活那么现实，孩子要吃面包，要喝牛奶，这些东西都是要用金钱来换的。我想那个时候她花的最多的时间就是为我祷告。王志军的妻子曲静玲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在他们的殷切祷告下，圣灵引导王志军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圣经。终于有一天，大光照进了他的灵魂，他认罪悔改，伏伏在基督脚下。当你认罪悔改，你的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上帝已经把一种使命意识就给你放到里边去。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神把我们这些人从那片黄土地上带到这里，有一天他会把我们再带回去。生命化作了使命，使命激励着生命。
王志军夫妇致力于生命季刊的侍奉，同时主办了多次福音大会，给海内外上帝的儿女，特别是一代大陆基督徒很大的造就。你越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奇妙，你就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更完全的、更彻底的交托给他。所以对我来讲，这一生中能够找到耶稣，这就是唯一的一件有真实意义的事情。有朋友常常在问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生命的意义就是耶稣，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当我们从我们的故土跨越了大洋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揣着我们小小的梦想，可能是为了金钱，可能是为了学位，也可能是为了爱情。经过了很大的社会的变故，在那种内在比较空虚的这个状况下来到美国呢，是更想来参照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来看中国未来的这个走向应当是如何。结果我们发现了那个政治法律制度背后的那个基础就是信仰。当人的心灵和整个生命深层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么一个正确的制度才会发挥它正确的效益。刘通苏和侯君丽夫妇都是在耶鲁大学神学院信主的，然而他们真正的重生是借着一位80多岁美国老人的生命感染力。当我看到这么一位老宣教士，也不能够吃，也不能够走，也不能说话了，却充满着爱，由于神的感动，还学习中文，向留美的这些中国的学者学生来传福音。你觉得你心里挺阴暗的时候哈，你只要坐在他那里，你跟他讲几句话哈，好像你心里就开了。在世界上再发生任何什么事情都不会来搅扰他。在死亡前的2星期，他说现在我就像圣诞节的儿童那样的欣喜与期待。那个时候是真的打动我，耶稣对我来说活生生的了。过去呢，耶稣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理念，只是一个非常完备的、非常高深的这么一套神学的理念。刘同苏重生后，与妻子一起先后创办和牧养了几家华人教会，他也四处布道培训，特别对大陆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福音使命感。我们看到主在那边做了预备，我们也看到主在这边做了预备，我们这些人就是主的准备，就是那些先尝了天恩的麦子。我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被主所得到，翻转我的生命，那么目的就是为了将这福音带回我自己的祖国，首先带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回想20多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不想来美国，真的不想来，不想来，可是必须来，因为我的爱人来了。我追随着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来到了美国这片土地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科技书。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观念，想到只有科学知识是永恒的真理，博士学位是安身立命的根基。1991年底的时候，突然在校园里边经历了一次校园枪击惨案。那场校园枪击惨案把我从精心编织的美国梦中震醒了，让我看到人生是这样的脆弱，这样的短暂，这样的没有意义。感谢主，他用那样一场悲剧敲开了我的心门，让我看到神的爱，让我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成为了他的儿女。华欣取得博士学位后，在一家高科技公司任职，待遇优厚。他和妻子业余时间都投放在教会侍奉中，一切都很好，神也很祝福，好像那种幸福美好的日子，蒙神祝福的日子就永远这样过下去了。但是神透过我周围的弟兄姐妹来提醒我说，华欣，你应该放下工作，全时间的服侍主了。放下工作谈何容易，我的孩子要上大学，家里的房子在付房贷，所以我心里充满了恐惧，我总是推脱。那我有一次在芝加哥地区福音营，我负责带领诗歌，我们那天唱的诗歌是这样的：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那一天里，这个信息排山倒海的从会场回灌进我的脑子，化成了一个清清楚楚的话，就是说不要怕，
神爱你，三次之久。在圣灵强烈的感召下，华歆不得不放弃世上工作，将自己的日子全部交给上帝，安心牧养教会，同时应邀四处布道。胡元奇和赵丽夫妇也是来到美国以后信主的，现在他们双双都是传道人。当我们来到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污秽败坏、不忠不义、狂妄自大全都被显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软弱和败坏。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站在这里为主做见证，我更没有想到我能够成为一个牧师，因为我的性格非常的内向，我不爱讲话，也不爱和人打交道，和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赵丽在国内时一帆风顺，出国只不过是想来镀镀金。我成为各种的标兵，入党提干，当选过省人大的代表。没想到到了美国，一接触基督徒，他就被神的爱感动，被神的灵开启，流泪悔改，信了耶稣。原来少言寡语的胡元奇如今在费城牧养一家华人教会，原来身为人大代表的赵丽如今四处传道培训信徒。当上帝的形象被高举的地方，人的尊严和价值就得到尊重；当上帝的形象被贬低的地方，人的尊严和价值就被踩在脚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北美、到欧洲来留学，没有到印度和伊拉克去留学。我是你们的熊燕弟兄，我现在是美国陆军的军牧。对美国陆军的军牧，2004年3月到2005年3月，我随第一装甲师远赴伊拉克巴格达，有一个晚上终生难忘。2004年6月25日深夜11点钟，我正在睡梦中，忽然震天巨响，平生未闻，接着又是一声更响，我墙上的世界地图震落掉到地上，恐怖至极，非世界末日不能描述。我想这回是真的要死了，我立即左手抓住头盔，右手抓住防弹衣，冲出房间，跑向掩护体。虽是生死一瞬之间，也是千钧一发之际，可是人的思维当然比人的动作更快。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从1992年11月29日，我在波士顿受洗成为基督徒，因着神的恩典，对主耶稣的认识一天一天的深入，所以在那破门而出的时候，对主的信靠让我脱口而出：主啊，耶稣基督，我来了，请接受我的灵魂。今天回想起来，那一声对主耶稣基督的呼唤，正是我们信心的最生动的写照。在那炸弹炸下的当儿，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几十年学成的知识顿时在大脑里消失。亲爱的家人、妻子、可爱的儿女也退到意识的后面，而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大能成为我们唯一的拯救。徐志秋早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收听福音广播，他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参与组织大学生团契，其中许多人后来现身传道，留学美国的徐志秋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在这个中国历史的这个初中课本第3、第4册里面，尤其是从这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讲的时候，都是把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侵略，作为一种外来的，好像是一种精神污染或者毒品，所以从小心里面就有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在那里头。徐志秋是从远东广播电台获得第一本圣经的。
读到马太福音啊，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啊，心里面非常的明白，我就说这个就是我所要寻找的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啊，回过头去啊，真的是感谢上帝这样的拣选我。现在徐志秋牧养波士顿一家华人教会，他的一家也深蒙上帝的恩典。1989年的最后一天，我带着5岁的女儿到美国陪读，当时我先生在读化学博士。我们到了没几天，就有一个基督徒来看我们，他一来就说，感谢神让你们母女平安顺利地到美国来，我一直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至少相信在他持续的祷告这一行为背后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爱。后来他就常来看我，一来就传福音，他一开口我和他的距离就拉远了，因为他太简单，说话总是一步到达结论，而我在接受他的结论之前还有一段理性的大旷野不知道怎么走。他就借给我2本书，那2本书对我的理性产生了石破天惊般的震撼。我发现我原本对耶稣基督、对圣经一无所知，我原先无神的预设其实是基于一个无神的结论，那个结论同样没有过程。我接受他凭借的是一种无知的信任。接下来发生了2件事，第一件事，我认识的一个教授突发心脏病，而教授的夫人就是向我传福音的人。当教授病危的时候，夫人跪地为他祷告，教授心脏停跳25分钟，医学上宣布死亡之后，他奇迹般的活过来，并且见证了他死后灵魂的经验。接下来我就接到国内来信，我的同学在信中告诉我，他的先生脑血管瘤破裂，生命垂危。那天夜晚，我跪在我们家厨房的地下，扶着一把椅子，生平第一次向上帝祷告。我全部的祷告就是重复2句话：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你要救他。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我同学先生的手术奇迹般的成功，没有任何的后遗症。那一次的祷告是我个人和上帝之间第一次深深的接触。18年来，即使在天涯海角，即使是在飞机上、火车上、电视屏幕前，当我面对那些在苦境之中无以自救的人的时候，很多次我内心就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动，把我带向同样的带导。我就说，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你要救他。我19岁就入党，19岁那年就当生产队长，大学毕业1年多就当院团委的副书记，后来又到中央党校，是中央党校读了理论部的研究生。我是个非常骄傲的人，我非常自信自己不会信。我和教会整整就吵了3年半架。教会有所谓的慕道班，带领那个慕道班的人刚一停止讲话，我就能接着讲20分钟，把那不信的讲得更不信了。就在范学德洋洋自得之际，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如果凭哲学和科学知识可以认识神，那就不需要信心了。不需要信心了，还有什么信仰可言呢？于是他生平第一次尝试着用信心向神祷告。1995年1月9号那个晚上，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平生第一次在家里跪下来祷告。在祷告中，我非常真诚地跟神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的证据使我自己可以信赖你，可以相信有一位神，但我心里愿意相信。我说，我求你帮助我，能让我在实际生活中经历到你。因为我从15、16岁就得个慢性病，多年一直用药也没有好，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如果你怜悯我，求你医治我，如果你要把这个病留在我身上，求你给我力量，我可以忍受它。不到一个礼拜，我这个20多年的慢性病突然好了。
我在那一刹那，我相信了40多年的无神论、唯物论彻底垮台。我清楚地知道，主耶稣怜悯了我，也愿这样的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位朋友。在神迹的震撼中，这位中央党校的研究生不得不降服归主。不久，范学德更进一步踏上了传道生涯。除了四处奔波，他还一口气写了9本信仰的书，同时成了点击率数百万的网络福音大侠。97年8月，我和我太太来到美国，我去宾州州立大学读环境经济学，我太太去纽约州立大学读这个大气物理。那么出国之前呢，我父亲就告诉我们说，你在美国遇到问题，你去找教会，因为那里的人都是好人。那刚到美国，我就发现教会里大多数都是台湾人，他们对人真是有那种无缘无故的爱啊，不求回报的爱。我当时心里就想，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啊？后来我真的明白啊，不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是真的有主的爱心。不到一个月，9月10号礼拜三，我第一次和那里的牧师来学圣经，他告诉我要回归神等等，我就提了很多的疑问。他跟我说，你回去以后，你向神做个祷告，神会引导你的。那我回去以后几天，我就没有做这个祷告。我说根本不信，我干嘛骗我自己呢？那直到礼拜六晚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个撒谎的一个很具体的罪。那我就对神说，我说那是我第一次祷告，我说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请你听我说，我撒谎是不对的，那么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睡觉了，没有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和我祷告认罪的内容是恰恰相关的。当时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触，我知道神是存在的。圣灵在冯伟身上动了善功，使他看见自己的罪，也看见了十字架上赦罪的主。他很快受洗奉献，成为一名牧师。以前我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呢？是为人类生存效益的最优化而努力啊。那信主以后，我看到圣经说，让我们始祖要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我说这不就是环境管理吗？从我本专业，我知道各种各样环境的问题、能源的问题、物种的危机等等。信主以后，我才明白，不是我们环境技术不先进，不是环境立法不健全，不是我们环境管理不科学，而是我们人的贪婪、罪性、堕落、背离神造成的。有人问我，你是否后悔做了牧师？我说我不后悔，我感谢主拯救我来做这样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要救人的灵魂，要建立教会，牧养主的教会。我从小在福建的农村长大，因着家里面所发生的悲剧，我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人活在世上为什么这么苦？在国内的日子没有找到答案，我1994年到加拿大去读我这个数学的博士。那一天呢，我们7个人从加拿大一起出发，坐着一个 van 往美国开。当时我们看见在路的左前方上面有2道云彩组成的一个十字架。我跟车上的那些人说，自然界真是无奇不有，连十字架也会挂在天上。到了营地，等我走到我们住的那个屋的门口的时候呢，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插在地上的一个木头的十字架。当我眼睛看见那个十字架的时候，它飞起来了，飞到天上去，与我们头一天在车上所看见的那个天上云彩的十字架合成一个，发出极大的亮光来。我当时整个人愣在那地方，我不知道我看见的是什么。就在那天上午，刚好是海外校园的苏文峰牧师在那里证道。每一次他提到罪，就像一个重锤敲在我的心上。圣灵光照我，我意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对主说：“主啊，30年了，我信主那一年30岁，过去30年我不认识你，我得罪你，我与你为敌，但是你却已经为我死。”你竟然已经爱上我了，感谢神的恩典，我自己信主以后得着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极大的自由、释放和喜乐。我自己信主以后，我问主说：“主啊，你让我看见这个异象要告诉什么？”主对我说：“你就是地上那个木头的十字架，你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烂在地里；你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与我同享十字架的荣耀。”我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感谢神。我是生在上海，出国以前从事工厂的职工教育，1990年来到海外，到了澳洲的墨尔本，到了那里整天埋头打工。那个时候我看到一块澳币要相当于6块的人民币。93年，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到了澳洲，我的太太先信主，然后呢，接下来是我的女儿，我是最后一个。到了96年，我的岳母来了，然后接着我的母亲也来了，啊，所以他们都纷纷来到澳洲，他们也信了主，感谢主，我们的全家都生活在一起，非常好。信主以后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信主以后全家侍奉主。是2000年来挪威的嘛，先读了神学，04年是被安利成牧师，在这里挪威被安利的。第一个特别新鲜的感受就是那个自由啊，可以到街上去自由的派福音单张，甚至可以接触到这个大使馆的人啊，在街上走嘛，啊，碰到啊，也会发给他们这个，也做了蛮多的，就是学生的事工，包括查经班啊。团契啊，然后讲道啊，甚至探访这个北部的那个城市，就是大学城去探访啊，觉得挺忙，但是也挺开心。现在开始适应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叫我师母，我还有一点不是太习惯呢。从美国、加拿大到澳大利亚和挪威，现在我们的镜头要转到巴黎。要说起来，一转眼20多年了哈。1985年的时候，再升到法国来访问学者。我出国是为了我的专业，戴一个帽子回去。刘在胜在巴黎求学3年后，前来探望他的妻子，发现了感情上的裂纹。在忧伤与孤独中，他走进了教堂。我那是第一回去教堂，我一句没听进去，我就到处撒嘛，到处看。但最后唱欢迎歌的时候呢，我哭了。从那以后呢，我基本上礼拜天我都去。秀荣信主后被圣灵光照，首先看到的是自己身上的罪。我是一个很不温柔的人，也是很骄傲。他很骄傲，他来到这经常一看，这是法国，我就烦这句话，这是我法国怎么样。其实有时候他也是好意，那中国出来嘛，我走路就是背着个手晃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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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他说你看法国谁这样走，我说我是中国人，我这样走啊，我就这样走啊。在一次意外车祸中，在胜被撞成重伤。这个车祸呢，对我是个很大的冲击。我醒来之后呢，躺在那个马路上呢，我才突然感觉到，怎么我也有今天啊？车祸使在胜在骄傲中谦卑下来。在一次布道会上，他愿意悔改信主。10年，我都说不愿意。在今天呢，我说我愿意。我觉得再胜信主以后，他的热情挑旺了我的热情，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一个促进。不久，再胜和秀荣夫妇一起现身传道，在巴黎创办了尼西米团契，成员大多是中国留学生。这几年参加过、到过尼西米团契的，没有1000也有800。通过尼西米团契。信主的得有不到200人，差不多200人。
在巴黎受洗的有60人，还有一些回国受洗的，这其中包括有些学生家长。是个罪人，我深深的知道。不过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觉得我是个好人，我做了很多的色彩斑斓的梦，为我人生的理想。但是我从来没有梦过我成为牧师，我梦过我成为将军，有一天去解放台湾。后来张伯立人生几乎所有的梦幻都一一破灭了，理想、家庭、身体都到了尽头。那时上帝怜悯了他，收留了他，也开始使用他。1995年我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我去神学院读书，我愿一生服侍他。我知道这一切世界都会过去的，我们所追求的名利地位不过是过眼的烟云。张伯立从神学院毕业后，不仅四处布道，引领许多中国人信主，他还和师母一起在华盛顿创办了以大陆人为主体的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是我跟我的太太还有几个同工我们一起建造的。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有一个信心啊，我们就有一个对神的信心啊。一个不会牧会的人要牧养一群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的人啊。刚刚的信主，很多大陆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还停留在过去的一种文化状态中，没有进入到一个信仰的状态中，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如何来建造这样一个教会啊？我就觉得不是靠我们的智慧，这4年来过去了，我们的教会从10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很多的领袖被训练起来、建造起来。现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已经在新加坡建立了分堂。同时积极拓展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福音事工。这12年经历了神无限的恩典啊，感谢主。所以不管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儿女啊，神真的是非常的祝福我。1994年4月8号，我记得很清楚，真是为了人生的理想去日本留学。我去留学的时候呢，专业书只带2本，剩下1箱子书都是拿着佛教的书去的。半夜就是敲锣打鼓练气功啊，都到早上1点钟、2点钟的样子了。说来奇妙，龚立江夫妇能够在日本信主，是因着他们儿子的到来。很奇妙了，我们的小孩就来了嘛，去了一个基督教的幼儿园。当时我们不知道是基督教幼儿园，后来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他自己的房间里面，他在祷告，他就说：“神啊，今天那个小朋友又欺负我，但是呢，我已经原谅他了，求你也原谅他。”然后他又加了一句，他说：“神啊，你要祝福他，因为你不祝福他，他就不能够明天健康的来幼儿园，我们就不能一起玩。”但是呢，我站在那边，我眼泪就出来了，我就突然感受到说，我儿子他心里面有一种东西，有一种爱，这个不是我教给他的，因为我没有嘛。那一定是从神那儿来的。在2000年7月16日，在这个札幌市最大一条河叫风平川，我们受洗。受洗完之后呢，我就进入了博士科研究，自我的意念从哪里来的。那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跟我讲话说，如果说中国需要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学者的话，倒不如说中国更需要一个能够救人灵魂啊，让人找到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牧师。啊，那这个话在我心中是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在上帝的感召下，贡立江真的成了一名牧师，与妻子一起在罗省第一华人浸信会侍奉。那我当初来美国，本来我就不是很想来，我想说那来就来吧，来看看怎么回事，不行再回去。所以来美国一看看，那我就找点事儿做吧，就有了一点的规划。但是我完全没想到，神其实把我从中国带到美国来，他有一个这么美好的计划，啊，让我的生命完全改变。慎勇在国内一度经营过酒店和娱乐场所，过的是花天酒地的生活。抽烟喝酒那都是小事儿，就歪门邪道的都有，啊，生活上也是很可以说很糜烂，三教九流，认识一帮朋友。到1997年的时候呢，因为我母亲申请我移民，太太就说呀，就说那你去美国你肯定得去教会啊，你去教会你肯定得跟你妈妈一块儿信教啊，啊，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就是那时候女朋友了，就是问她说，我说我这辈子哈，我打死我也不会信耶稣的。没想到的是，当慎勇一接触教会，一认识耶稣，他那颗放荡而刚硬的心就被触动了。那让我最触动的就是，竟然耶稣是这么爱我，我是完全被他的这种爱，这种舍己的爱吸引的。这生里面有这么一个大哥，我就一定跟他，他能够为我舍命，对吧？以前的大哥都是让小弟跟他跟大哥舍命，没有大哥反过来跟小弟舍命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很佩服。那么，然后耶稣他讲的话非常直接，他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的说你是罪人，不用他再说第二句，他一说我是罪人，我承认我是罪人，因为我身上全是罪，然后我就感受到耶稣说你来吧，你真心悔改，我接纳你。所以那一刻我六尺男儿，但是那天我哭的，我坐在教会最后排，我哭的很畅快。从那一刻以后，我觉得是神也得着我了，我也得着主了。慎勇信主后，他的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现在他已经是罗省基督教会的一位牧师，牧养着200多名基督徒。罗省基督教会另一家分堂的传道人杨爱东，从小生长在一个虔诚的回教家庭，就是说世世代代的这种回族家庭嘛，像父母基本上天天上清真寺做礼拜。我跟我太太结婚呢，因为她是汉族，其实我父母都不同意，所以我在北京结婚的时候我父母都没来。留学加拿大期间，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女儿出生的时候有病，那医生没有办法什么的，也不知道原因，那在绝望当中是我跪下来祷告，祷告的同时她就好了啊，就这么奇妙。那等他好了以后，出了院，然后满了月，然后就带着太太，带着岳父岳母，等于就去教会。我在教会里有4个月呢，了解这信仰。那我认为耶稣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他就是真神啊，成为人。那因为有这个确信呢，那我就坚决的就是信主受洗。那我受洗完了以后，我就告诉我父母、我哥哥什么的妹妹们，结果他们都坚决反对，说我叛教。叛徒。后来我2003年决定读神学院，就没敢告诉家里，一直办好了，到这儿了，都安顿好了，然后打电话告诉他们，就啊，这又翻了天了啊！像我妈妈说啊，我不认识你。像我哥哥就更狠，就说啊，你将来就做要饭的，因为他觉得基督教这牧师就跟回教的那个阿訇一样，拿个麻袋啊，麻个布袋子，骑个自行车到处去，就跟那个佛教徒化缘一样。我回教是叫要孽贴嘛，所以头几天我哥哥还打电话说，哎，你应该换一个职业，不要靠乞讨啊，要饭为生。我是1989年12月去了澳大利亚，去那边留学。那么当时就追求知识了，为了寻求自己的前途。有一次去这个华人店去买豆腐，然后看到一个单张，那个单张上写人生是条道路，然后我正在寻求道路，所以呢进了教会，参加了一个布道会，就接受了耶稣。曲彼得以单纯而感性的艺术家心态
很快经历到上帝对他的大爱。有一次我回家祷告的时候，那我把窗户都关上，然后呢还买了一个十字架，然后挂在墙上，然后我安静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触摸了我，我就开始流泪。所以祷告是下午一两点这时候从教会回来，等起来以后天已经黑了几个小时，我就不知道。从那以后我就遇见了耶稣，后来就渴慕读这本圣经，后来这个圣经里边的话就打动我的心，慢慢的我一点点从 full time 工作转成 part time 工作，然后呢又完全的放下一切。当曲彼得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主，主就负起了他一生的责任。奉献三年了，现在还没有配偶。那么神很奇妙，在台湾，因为我的同学他们是台湾的，那介绍给我认识，我就凭信心买了机票去台北，八月份去台北见他，九月份回澳洲，十月回北京去见父母，十一月份就结婚了。这个太太真是神所赐的。来到澳洲呢，我们又在神学院装备三年，现在在这个教会呢服侍第七年，所以我们同心合意在这里边服侍。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因为在中国我们都受那种无神论的教育，后来就脱离开了。后来当杨爱成开始对一些社会现象批判反思的时候，他自然想起了母亲的信仰。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姐姐去买一本圣经回来读，但是当时自己读圣经真的是不得要领满脑子这个无神论的观念，所以对圣经里面的一些神迹奇事啊，童女生子啊，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到了90年的时候呢，我就有机会第一次到美国，在康州一个大学里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就比较深入地接触到教会，在华人教会里参加聚会啊，参加主日学啊，慢慢的就信仰有一点点这个苏醒的样子了。四年后，杨爱成在温哥华受洗归主，并入读神学院，毕业后担任颇有影响的福音报纸《真理报》总编辑，至今已经十个年头了。感谢神的带领啊，这十多年纽约美东版、多伦多的加东版、加西版呢，我们也是扩大发行到小西雅图啊邻近的城市，三个不同版面加起来总共大概都有9万份的样子。最近这几年到这里来的新移民很多，我们专门为他们编了一本跟大陆的新移民有关系的一些见证。我们这个地方是华人很集中的地方，新老移民加起来大概有35万的华人在这里。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就是说每一个华人家庭都能看到一份真理报。所以按照这个需要的话，我们还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还差很远。我太太刚来的时候一直都是很抗拒，慢慢最后也是感谢主，也是信主了。到97年的时候呢，她跟我大女儿一同来受浸。虽然自己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但是在当时认为啊，宗教是精神的鸦片，也看到自己的家人呢都因为的宗教问题啊被受影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家庭出身，由不得我。但是政治到了，我要自己走。王天生是宋尚杰的外孙，然而一开始他并没有继承先辈的遗愿。我就自己努力当了红小兵、红卫兵当成了共青团，以后又到农村上山下乡成为劳动模范。在美国呢，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这个电脑的学士和硕士。虽然我们是传道人的后代，我们说是我们是很不配，都是神的管教，
我爸爸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他有1000个孩子，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做传道。王天生出生时，父亲给他起名王天生。我说我爸爸就给我起这个名叫天生了，你怎么要给他起名叫天生呢？我觉得不行。他说你不懂，我觉得我愿意这个孩子将来传扬天上的声音。将近40岁的时候，王天生依然抗拒天上的呼召，不甘心将一生献给上帝。当时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说啊，王弟兄你很有恩赐啊，应该侍奉神。可是我自己一直就是放不下啊，贪恋这个世界。我白天做股票，晚上念神学啊，所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啊，结果股票一天一天的往下。我再一次的降服下来，当时是99年啊，我出来准备啊去全世界侍奉神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是42岁啊。回想起我自己的外公啊，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啊，拼命的传福音啊，那么42岁啊左右就过世了啊，所以跟他相比，我自己感觉到实在是很惭愧。一样告别，告别了故土，一样踏上了彼岸，一同在这里，在这里生活，一同从这里走过，同一个温馨的家，同一位慈爱的父母，兴旺爱是我们共同的面孔。我是1985年从上海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是攻读物理化学博士的。我当时到美国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特别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吧，都认为只有攻读科学才是一个人生的理想道路。满怀理想的洪宇建一接触到基督信仰，立即发现他梦寐以求的西方科学与民主不过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结出的两个果实而已。当发现科学的这所谓的这光环在我面前消失的时候，那我真的是人生本身就充满了一种痛苦。在追求民主过程当中看到人心自己的败坏，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吧。然后我也知道自己说是要救国救民，可是当时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都遇到了危机，如果连一个家都不能救，我们何谈能够救国和救民呢？所以种种这些事都使我慢慢的醒悟到了，一切人最大的罪恶的根源就是人的骄傲，常以为自己能够解决自己面前的问题。我最大的发现是人世间的一切的罪恶和苦难的总源头都是因为人对神的反叛。在神全新的真理国度上，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是91年从宾州大学毕业以后到加拿大去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决志信主的，后来呢第二年我就进了维宗神学院，然后呢就从学校校园施工做起，然后走上牧会之路，到如今已经16年了。洪宇建牧养的教会是北美为数不多的其所以大陆人为主体的华人教会之一。我一直是带着这个意向，我们在海外的教会特别是为中国的福音的未来做预备的，所以带着这样的体会我来安心牧养神的教会，而且不但主日讲道，而且还要去出去布道，还要进行做信仰与文化的讲座。事实上从墓道到墓会来20年来，我一直留在同一个教会，是从墓道友变成了牧师，都在同一个教会。所以凭着我自己是不可能与弟兄姐妹长时间的铁磨铁磨出人来的，都是神让我们的看见。所以回顾这16年来，我心中充满着感恩。与其说我奉献传道是为主放下了什么，不如说我是因主得着了人生的自乐。神的拣选、带领与保守，实在是我能照着他的心意走下去的保证。
1989年，我探亲到了夏威夷。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去中餐馆打工。从一个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讲师，变成了一个餐馆里面的小工。极度的心理不平衡，并没有使秋林谦卑下来，反而使他厌弃一切。我穿着小背心、短裤衩、拖鞋到教会去，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去挑战教会。秋林很善于和基督徒辩论，却不能摆脱自己的痛苦。我痛苦到一个程度，我发现我沉浸在罪恶里头，我生活在罪恶苦毒里面，我虐待我的太太，我的肉体犯罪，我的心灵也犯罪。在心灵的黑夜里，秋林一度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一次我设计的一个交通事故里面，神的恩典临到我，我没有死掉，否则今天不会站在这里。那在这一个时刻，我经历了神的大能，神说我就是生命、道路和真理，我就举起手来说，我要着生命，要着真理，要着道路。如今秋林已是案例多年的信义会牧师，同时在各地传授全景圣经课程。1995年，我们全家蒙恩得救，信了耶稣。同时呢，神也借着约翰福音15章的经节来对我们说话。孙新民夫妇原来都是在省府大院里长大的，到美国工作期间受圣灵感召，不仅很快信了主，而且毅然放下世上一切，全身心奉献给主。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现在孙新民和杜薇薇夫妇一起服侍夏威夷和洛杉矶两家华人教会。我是1992年年底带着10岁的儿子来到美国陪读的。我的太太是个访问学者，比我早7个月来到美国。我不信上帝，但是我希望跟心里有上帝的人交往，我觉得跟他们交往在一起有安全感。张志刚的外婆是个基督徒，一直在为他祷告，劝他信主。我想我的外婆是小脚老太婆，没有文化，那我如果信了耶稣跟他一样迷信的话，那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读了吗？我外婆啊，你不要再跟我讲了，等我退了休以后再信耶稣吧。张志刚没想到比他先到美国7个月的妻子走进校园福音团契，很快信了主。有一天牧师来到我们家探访，我也已经忘记他在说什么。临走的时候他只是说，志刚，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吗？哎呀，我想我祷告家里外婆妈妈，然后这几天来到教会我都看得多了，我说你祷告吧，你祷告我也祷告，想不到这个牧师自己跪下来了。所以牧师跪下来，客人都跪下来，那我主人也应该跪下来啊，所以我也就跪下来了。这时候牧师一个，同工一个，我一个，太太一个，那我们就跪下来了。他祷告完了，同工祷告完了，那个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一个感动，如果上帝啊真是有你，愿意你来启示我，来帮助我，就是因为那一点点的信心，当我开口叫天父上帝的时候，我突然哇的一声哭出来了。我已经近40岁的一个男人了，好像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了。那个哭啊，不是那种伤心的哭，是好像我在密林中已经走了3天3夜，我再也走不出来，我突然看到我的父亲就在那前面等着我，我像一个孩子一样扑进他的怀抱中，我是这样的哭。张志刚决心献身侍奉主，妻子梅影支持他，立即放弃了世上的工作，和他一起创办教会，并肩前行。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异同，我们同一年生，我们又是一同进教会，我们一同受洗，后来我们又一同念神学，一同毕业，一同开拓团契，建立教会，太多的一同在我们身上。我走上这一条全时间侍奉主牧会的道路，虽然谈不上是被迫的，却是被动的。我实在是不适合牧会的工作，我是一个很不善言辞的人，
我也缺乏交际的能力，我五音不全，没有办法带你敬拜，而且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小的领导的职务。周小安是在留学加拿大期间信主的，他不仅在他的物理学中看见了上帝，更在他的人生中经历了上帝。这位擅长研究和写作的博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牧养教会这条路。99年是几十个人，那个时候99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教会是连小孩算在一起300人。我们的教会有10个区，每一个区有2到3个小组，每一个小组有正副组长，因此我们教会有将近100位的领袖。这个教会也是一个以大陆人为主体的教会。周小安的意向非常清晰，神带领我们这一批人来到海外，让我们在这里信了主得了救，这不是全部的目的，神有一个使命托付在我们的身上，他是要让我们在海外，就是说走出一条这个大陆人建造大陆人教会的一个模式出来。现在正在演奏的是唐侃牧师一家。唐侃在现身做牧师之前，是圣地亚哥交响乐团的提琴手。对上帝的信心使他毅然放下工作，不顾抚养5个孩子的家庭重担，与妻子一起走上了侍奉之路。常常有人问啊，为什么你从事音乐工作到去做牧师？那么我说有3个字。第一个字是恩典，第二字还是恩典，第三个字还是恩典。1986年的时候，就跟我太太一起来美国进修音乐，来美国以后第3周就发现我太太怀孕了，那么对我们来讲是晴天霹雳，因为当时我们所有的财产加起来是不到300块钱，连自己都不能够来养活，如何能够生一个孩子？但是神借着教会提醒我们，生命是神的恩赐，我们不能够把生命拿走。神拯救了我的大女儿，神也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奇妙地提供我们的需要。我第一部的车子是教会的一个弟兄从新加坡来的，他送给我的。所有生孩子的这些的需要，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所赠送的。我们生孩子的时候要搬出校舍，有一个美国的老先生他就把自己31厅的房子让给我们住，他自己住在车房里面。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说因为我住进去会影响你们小家庭的私生活。我说雷锋也没有这样子的。那我说你怎么收我房租呢？他祷告以后，他知道我每月只有200块钱在学校的餐厅打工的钱。他说我不收你任何的房租，我替你付所有的水电费。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亲眼看见了耶稣基督舍己的爱，这个对我的震撼非常的大。他是我属灵的导师，他每天5点钟起来祷告，6点钟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在这段的时间，我就价值观开始一个改变所以在1993年的时候，也就是我3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坐在乐团里拉琴，我就再也拉不下去。唐侃现身之后，上帝的恩典一步也没有离开这个7口之家，他牧养的教会也不断兴旺。我是文化大革命洪小兵那个时代的人，后来就是下乡知青。那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像做了一场噩梦，那么当时几乎是精神崩溃，我每天要抽3包烟，每天要喝半斤白酒，要打几个小时的牌，要顶南瓜咬筷子
祝建原本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然而直到他走投无路时才开始谦卑下来。我的父亲向我传福音，他说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你今天晚上你要不要去祷告？那天晚上我就关上灯，关上门，我就敞开自己的心门，我在神面前祷告。当时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我里面经历深深的平安，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突然意识到，我小的时候出生的名字不叫祝建，叫祝平安。我说哇，这个叫平安。祝建的妻子沃律原本就是一个基督徒，当她为自己未来的丈夫祷告时，神就把祝建赐给了她。神感动他，为自己的婚姻感动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配偶是怎么样写下来，他就写下来，这个是1米8，我是1米8，这个人比他大5岁，我比他大5岁，这个人学英语的，我是英语系的，这个人是老师，我是大学的教师，这个人是爱主的，我是传道人，没有一条落空的。回去就跪下来祷告，就看见一个极其荣耀的意象，就是看见一代的年轻人从旷野里走出来，合成一群，走进神的荣耀里面。今天我们在海边祷告的时候，那个天上的阳光冲破乌云的景象，就是当时的意象。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我和大多数学理工的人都一样哈，以前是很理性的人。我太太呢和我是同时听到福音，那我太太很快就受洗了，我却迟迟不肯接受。那么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曾经觉知祷告不少于8次。我在这里真的是很感恩，当我听到福音的时候，是我的大学同学，中央美院的同学，我知道耶稣为我的罪死，在神面前跪下认罪的时候，神让我痛悔，看见我自己的罪。那一刻，其实我一边信主，也是奉献给神，我一生要跟随他。高伟川决心侍奉主的时候，孙波涛还没有准备好。我太太呢，进食为我祷告，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别饿坏了，没用的，我不会像你一样。自以为不可能的事，在神手中并不难。我为他祷告10年，我生日的时候，他在台上按立牧师，我感谢主。我们现在两个人一起来牧会的时候，已经有7年，谢谢大家。就像许多人一样，像我们在中国啊出生长大的，我们都是毫无选择的被灌输了无神论的思想。还记得最早学习革命歌曲中那个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就在那个时候，我姑婆一家人信了主，所以他们就开始跟我分享基督的信仰。我当时是在厦门啊。说实在的，我当时的心里很渴慕有一位这样慈爱的上帝，有这样一位慈爱的上帝多好，他听我们的祷告，他一路的伴随着我们。但是很可惜的，因为我理性的很多问题呢，拦阻了我。我没有办法投入信仰。后来苏百达借地理之便，从香港得到一些基督教书籍细心阅读。留学美国期间，他更深地了解到基督信仰的真谛。当我的心灵和我的理智都回归到上帝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生活是这么美好，有爱，有意义，有方向，有盼望。苏百达全身心奉献给上帝之后，遇到了他的妻子雪萍，他们育有2个儿子，一同侍奉，一同成长。我们这一代人，我想当时都是抱着一个蛮强的动机，就是觉得到大洋的彼岸，到西方世界去寻找所谓失落的自我价值。但是在留学的生涯里面，短短几年的时间，看见无论是在地球的这边或者那边，无论是在此岸或者彼岸，没有基督的福音，我们没有出路。虽然张路家的父母都是一生侍奉主的老传道人，张路家自己的信仰却是在人生的历练中找回来的。我在德国留学3年之后呢，我就走上这条全职服事的道路。张路家神学院毕业后，无论是牧养教会还是海内外宣教，
他心中最大的托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89年开始，好像神也打开这个门，许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知识分子啊、学人学者，他们到了海外，这个群体是一个对福音非常饥渴、非常的开放啊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呢，从洛杉矶开始，我们主要是在UCLA， 也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一个团契开始，以后就变成一个教会，我们叫做神州宣教教会。现在张路加布道培灵的教宗遍及世界各地，但他的重心始终是在他所挚爱的神州大地上。在这种物质泛滥、金钱至上的这种理念的主导下面呢，更多的家庭、社会、个人的这种在道德层面，在婚姻、家庭、在亲子关系、在社会和谐、在种族族群之间和睦等等这方面呢，常常是背道而驰。从上到下，从基层的百姓到各级的领导，其实他们也都看见了，也都意识到了，只是到底怎么能够真正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我想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实在是要凭自己要靠自己的努力，靠文化、教育、经济，靠个人的修养，实在是已经中国寻索了几千年，我们找不到路。那基督的信仰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真实的，经历到这种的震撼和改变。主啊，求你赐恩祝福你的众儿女们，主，你复兴的火在我们当中焚烧，不只是在这几千位的弟兄姊妹当中，主啊，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朋友们，你们如果寻求上帝，上帝也必祝福你，上帝就在你身边，他离你不远，你需要他的拯救。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也是一个有限的人，你也是个有死的人，但是你借着耶稣的恩典，你可以脱离有罪、有限、有死的人生，而进入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人生。今天是上帝对你的呼召。我原来是一个无神论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研究生。在这之前，我在北京卫戍区做政工干部，当了12年兵。阮志明1990年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信主，一年后入读改革宗神学院。我能够信主，都是主的恩典。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吸引，我没有办法来到他面前，因为我是个很骄傲的人，又是学哲学出身。要是靠理论，要想把我说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身上活出来那个完美的神性，他那个无条件的爱，他的改变生命的大能和改变世界的大能，真的让我信服。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知道我的后半生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对中国人的灵魂说话。从一开始神就告诉我，中国人也是他的孩子，神州5000年历史也在他的目光之下。中国这块称作神州的土地离开神已经很久了。中国最早的古经《尚书》和《诗经》记载着中国人来自上帝，这个是一开始很清楚的托付。神州这么多年来所做的这个工作，从神州、十字架到福音，还有现在这个彼岸，都是神的手，是神迫使我们不得不做的。我相信这个福音是上帝给现代中国最好的礼物，不管我们中国人意识到没意识到，上帝对中国最大的祝福就是把耶稣给了他们，而我们这些人呢，其实就是使者，就是把耶稣、把他的福音送到中国人手中的一个使者。所以我觉得我信主20年，差不多也就服侍主20年，自己得到这个天恩的滋味，就总是想去给别人分享，自己看到了最有价值的那个至宝，就没有心思意念再去干别的事情。正像保罗说的，过去以为
有益的，现在都认为是有损的。过去是看作是宝贝，现在看作是粪土。我前两年回北京啊，碰见我很多年没有见到的同学朋友，他们当面不好问，叫把我叫到一边说，冯敏成，你在美国好像混得还不错嘛，是哪一个坎儿你过不去了？你为什么会信耶稣？你不会做传道人啊？我非常的理解他们，因为我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基督徒，我会做传道人。回想起来这大半生走过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如果让我生命再有一次，恐怕还是传道人。我是1982年这个公派自费到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念博士学位。冯秉成这一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大学生，都曾经虔诚地将身心献给过伟大领袖。从这个信仰破灭以后，我到美国就有一个很强的，什么都不管，就搞我自己的业务，搞科研。你让我去教会也不去，你到家里来给我传，我就给你辩论。冯秉成以一名知识分子的骄傲抗拒信仰，抗拒了8年。后来真正谦卑下来，开始进教会、进查理班，我不到1年我就信主了。冯秉成的心灵之窗打开后，在天光沐浴下，很快写出了迄今已发行几百万册的《游子吟》一书，布道的脚踪也遍及四海。当时我们这批人出来是带着很强的科教兴国的这样一个抱负或者这样一个使命，但是后来相信了神以后，读了圣经，那就是有很多的反思。一个民族要站起来，绝不能单单靠科技、靠经济、靠军事，一定要靠信仰，对上帝的敬畏。没有这一点，这个国家一定是站不起来的。所以后来慢慢才觉得，这个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认识神的知识分子，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的事情。戴德生在他28岁给他妹妹写信的时候，有了一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他说：“假使我有千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后边紧接着还有一句话，他说：“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弟兄姊妹，戴德生所有的宣教士对中国的爱，不是单单对中国民族的爱，首先是因为他对基督的爱。今天我觉得中国蒙拯救的时候到了。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2008年12月7日下午2点，正是中国的早晨5点钟。300多位神的仆人们，顶着漫天的乌云，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太平洋岸边，为彼岸的中国祈祷。哦，亲爱的天父，我们在大西洋的西岸，哦，太平的西岸，我们来向你祷告。哦，无怨无悔，永不悔
上帝听到了这痛彻肺腑的祈祷，上帝看见了这些赤子的真诚，于是上帝向他们露出了笑脸。在正前方辽阔的海面上，阳光冲破了乌云，在神州大地所在的方向，霞光裂天而降。记住这一天这一刻吧，记住这一辉煌的兆头，记住这一奇妙的应许吧。神垂听了他儿女们的呼求，神爱神州，神州属神，神州必成为神的恩典的纪念碑。我们向你赞美和感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块中国的土地上面，主，你做了无人之功。哦，主，让教会像雨后春笋一样被建立起来。哦，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上帝自己大能的工作。